社区长者们敲锣打鼓，还有社区妈妈的土风舞表演，这场吉祥乐活动很不一样。彰化鹿港山寮社区吉祥乐祈福，宣导环保与素食。社区发展协会还主动准备素食飨宴与大家分享。素食对咱身体好，环境也好，因所来源的环境会较好，所以讲哦，咱尽量把素食推动哦，会大家会接受。来到南投县埔里镇泰安里的吉祥乐活动，慈济志工则是透过自编歌曲跟有奖征答，宣导环保理念。好，沙化到海边不回收，它上这里。活泼的气氛中学习环保，现场反应热烈。垃圾减量、垃圾分类以及资源回收这方面的观念，我都从慈济学来的。现场展出用塑胶打包袋做成的造型艺术，提倡环保减速再利用之外，还有造血干细胞捐赠者的分享茶会。把企业吉祥乐结合我们的世界骨髓捐赠者日，我们深入到社区来宣导那个造血干细胞的捐赠。而在彰化静思堂举办的秀水区祈福晚会，志工透过用心演绎，也让与会大众深深体会到吉祥乐报答亲恩与如素的意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中部综合报道。